回到新闻大追击的节目现场，说到最知名的凶宅，大家第一个联想到应该就是彰化洪若潭这个凶宅哦。现在是有一位退休的医师哦，他花了1000万元哦，买下了3000多坪这样的一个土地，而且把它改建变成一个休闲农场，说欢迎大家去玩。那秦伟其实有到现场去哦，吓出我一身冷汗，而且回家还生了一场大病。秦伟哥，你到底看到什么？其实我们也是百般的不愿意，但是我先讲一下这个李医师，我们跟他见过面了。那后来经过媒体报道哦，那他这个人就已经蛮争议了。第一个，他曾经诈死过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说他曾经登记过死亡证明，哦，原来是假离婚，然后诈死申请保险金等等了，这新闻后来披露的。那他其实这个1000万也不是他的。他是集资来买，还集资，其实就是要他其实就是要投资啦，讲白是这样。可是去的时候很奇怪，就是警方哈查的时候，刚不讲洪若潭吗？把子女烧了，然后自己在里面，在那个整个焚化炉里面没有任何的 DNA 痕迹。嗯，还有他怎么把他拉回来？那个要关起来，还要上锁的，外面没有人，关的那个，难道是我自己养的狗来锁吗？嗯，那个焚化炉怎么上锁的不知道。对，因为秦文哥，你有亲眼看到那个焚化炉？对，很难锁。那我们去的场地其实它已经是杂草丛生的啦，那地上那个椰子壳哈跟土已经粘在一起，你知道我们踩到那个椰子壳、啊，我这制作单位也是很用心啦，特别挑农历7月15啦，哦，7月半，去出外景，然后还要半夜11:15啦，就是一定要最极阴之时的。那去的时候野狗狂吠，那出现也很奇怪现象，就是我们踩那个椰子壳，因为当天我来杨秀慧几个艺人去嘛，去一去踩椰子壳就开始女生就哭了。那个杨秀慧啊，那个什么周志军说，哦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说你怎么看到东西？我说你们在那边演呢。嗯，我就继续往前走。好，往前走之后到了那个凶宅的前面哈，他这个铁门呢、啊、自己会动哎。嗯，哎，里面没有人哦，自己会动。那我说奇怪，是不是有人在？铁门自己升降这样，这有点微微的，微微的。而且你看拍到一些很奇怪的光点。那这个住宅呢，在新闻媒体有披露，就是说它是2001年发生的嘛，那已经事件隔了5年哦。你看2001年这个草地如印哈，那这是洪先生的车子，2006年人已经不在了，杂草丛生，车子出现了，这拍到，这是新闻媒体拍到的。这恐怖的地方是在于，还有他们当地有人传说，洪若潭这个地方当时买的地方是一个金鱼穴。嗯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招财，可是有人说金鱼也很阴。结果呢，很奇怪，当天有一个那个法师哈，他拍到一张照片，你看金鱼浮在这里，哦，有一只鱼浮在这边，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我们不懂。然后呢，好了，讲到焚化炉了，哦，这个照片我到现在百思不得其解，如果观众有看到，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。当天有一个博士的这个技工嘛，哦，这个张技工张先生带我们到这个现场，现场的时候我们要进去开那个门。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开始狂吐呕吐这样子，那呕吐说啊，先拍照片好了。你看哦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焚化炉的相关，这上面是空的嘛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嘛，焚化炉上面嘛哈。但是回来照片是这样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帽子？空的哈。啊，再注意看这张照片，上面是没有东西也没有管子，这个是什么？而且是立体的，有人说这是个白无常的帽子啊，但是我们后来给那个光学专家来检查，不像是合成的，也不像是实体有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那事后我们去查，到现在其实洪若潭的案子并没有破案哦，因为第一个没有 DNA， 也没有任何的尸体。那这个凶宅后来怎么处理呢？这个李医师脑袋蛮好的，先开放观光大家来，然后还收门票，中秋节烤肉，还后来呢，刚刚说是集资嘛。好像已经转卖了，已经转卖给别人，已经转卖给别人，转手大概有2-3千万。哇，确实就是投资凶宅，他成功了这样子。对，那高涛哥接下来请教你，那除了洪若潭这个凶宅之外，台湾凶宅真的不少啦，还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凶宅传说？刚有提到，像说秦伟提到像陈金火哈，那个部分当然是因为他后来因为他在商圈里面，所以他后来投资整个凶宅基本上还是有另外一个中医师买去哈，所以还是有人因为其实。你说那个陈金广，他那也是非常啊厉鬼了，因为他跟广德祥已经枪决了啊，跟那个什么施姓女保险员，然后放在什么化粪池里面是一堆了哈。那其实，在台北市，我知道，在西区那边有一个阴非常阴的一栋那个国宅，很多人自杀都会在那边跳哈。所以其实凶宅，刚才秦伟提到，其实有一种阴气在。就很多偏偏很想啊轻生的人，他就会主动往那个大楼靠近。哎呦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很多大楼就跳的几率很大。但我们想说，我们不敢去统计说，有一栋大楼也许在那边跳了20-30个了。嗯，好，还是很多了哈。那东区那边当然也有，过去我们提到说一个徐明哈，
催眠师啊，他女儿掉下来的时候，我刚好走在旁边嘛，哈，啊，你刚好目睹，对啊，目睹啊，对，就在东区统领的嘛，嗯，对啊，我看你把人家讲出来，没有，那个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事件的，而且很奇怪，他们那个晚上那个花盆收好哦，他那个每次跳下来那个时间花盆就会裂开，真的很奇怪，不知道是热胀冷缩还怎么样，就花后来换成塑胶花盆了，哦，那其实台湾的，我刚才讲说一年的规模，其实我们看自杀的人怎么多，可是他杀人其实越来越多，嗯，所以变成在买卖凶宅的时候，可能要注意说，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其实就是要跟屋主讲清楚。当然，刚刚陈总提到有一家公司已经是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保障啊，凶宅保是第一家率先做一个所谓的凶宅保障的一个条款啦，啊，怎么样去维护买方的这个权益？不过我们呢从来看，还是提到输赢贵的案子，因为如果命根子硬的人，其实凶宅也是不用怕，嗯。那我们刚才讲说持有期间哈，那个要发生凶宅，那如果经过道场，我都觉得 OK。像我本身基本上我自己的八字也很轻，我才228，我看得到东西，哦，但是对啊，但是那个买房子基本上还是要。你有住凶宅吗？没有住凶宅。那个我觉得买房子还是说最好不要有发生这样的这种、啊，那多多看看判例，好，那判例可以增加自己。就我刚才也提到，确实有人在写说，保证每一户都不是凶宅，有人这样写条款这样写了，是保护自己啊买方。所以我觉得在凶宅基本上数量越来越多，但是改建之后，我觉得。其实无所谓了，拆掉重建就变成一个新房子。嗯，对，其实哦，这个买房子之前哦，真的是要多方去探听一下，才能避免买到凶宅。但是接下来这鬼月就要到了，大家都说习俗上就说鬼月的时候最好不要搬家，最好不要买房子。但是在鬼月买房子真的是有利可图哦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